王贤于昨日12时许酒后至本大队检举贩卖及制造毒品案。值班人员初验黄贤所提供的白色粉末，验无毒品成分。好言相劝，待其酒醒后，再持相关证物来检举。未料，黄贤于14时左右，酒后骑车到本大队门口撒名纸。值班人员立即以妨碍公务及公共危险罪现行犯逮捕，并依法随案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